Hello，江江，今天呢来看这个庙会的车队，没错，我们这一次呢，终于呢收集到了全部庙会的车子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还有这个吉普车啊，钢管的啊，然后这个叫钱鼓，富国佑民是吧？这个匾额很大哎，哦，两台，后面这个是，呀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鼓哎，可以顺便打鼓哦。哦，这边还有辣妹在跳舞，OK。五虎千岁，哈哈，摇滚车，为什么还有手机号码在上面？这样子不太好吧？哦，大家很嗨啊，OK 啊，没问题。我们上去看一下，这台车可以让哦穿过去了，对，它没有做碰撞体，OK，没关系，我们上去跟妹子一起跳舞好了。哎、欸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OK，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叫钱虎他的，等一下为什么？哦，他的角度挡住我的视角，他一定用第一人称才可以啊。好像不太好开哦，完全挡住了，不行啊，这怎么开车啦？哦，撞到，Oh no，要母汤哦。哎、欸，不要撞我的车！不要撞我的车！戴一下安全帽。哎、欸，我撞到了。哎、欸，让我超一下车，让我超一下车。哎、欸，我们切换第一人称啊，这样比较好开啊。呵呵，甩尾了啊！撞到。OK，我们试试看这台吉普车哦。看一下晚上会长什么样子好了，调一下时间。哦，它有 LED 灯啊！哇哦，开大灯。咱们这样子开，哎，小心小心，这样子开过去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是这个 NPC 来载我，哎，这个黑人老爹呢载着我这台，很专注哎，很专注，哎，老兄，老兄，哎，我拿枪指着你哎，哎，老兄，不理我啊，哎，红灯啊，我叫你闯红灯，快点啊，他很淡定哎。他很淡定，Come on，开车喽！呦呦，完全不理我呢。好了，我们来换一下大卡车好了，他开大卡车应该比较有架势。为什么他的方向盘不见了？这是怎样？在握住这个空气握把就对了。好妙哦！要开了没啊？那他的后轮卡住了，来帮他瞧一下位置哦。耶，开动了，快点开，快点开！他开好慢哦，真是优良司机啊！还是这台车本身就那么慢啊？就他看看，诶，番茄酱。再射他一下，哦，他倒了啦，真这样子你看啊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好，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叫钱鼓到底有多快，好不好？开始打滑了，打滑了，完全看不到前面了，不好转弯哦。最快可以到多少啊？哦，好滑哦。哎，不要闹，不要闹，140，哦 no，啊，最嗨的啦 ！OK，我们这个模组就要到这边了，那就是喜欢的呢，下方的影片说明啊，我们这次感谢这个 Johnny 做的模组啊，再次谢谢他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
whiskey.